大宝就不舍得他这根绳啊，鼓个掌，绳回来了，揪住了，哎呀，绳，快绳绳绳怎么办？绳怎么办？大宝，这不要了？啊，要，哎呀妈呀，我家大宝，揪住那根绳，哎呀，哎呀，家大宝厉害的，行行不错啊。爸看看这袋袋，我看这袋袋，我看看，好了好了，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，闭嘴呀，呲牙咧嘴，你绳不要了啊？绳不要了，在这在这，爸给你勾过来，快，拿着，你一天闹不闹人你？哎呀。小猫顺的，哎呦，就丢，被我偷袭了。大宝狗啊，我被爸偷袭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车那是车，大宝啊。你俩咋回事啊？背头九九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对着我尿尿啊？这四个小不点是不是都讨论好了对着我尿尿？他们四个，学坏了。你们猜他脚底下藏的什么东西？两个脚还盖着藏着，他们不抢不抢，不爱怕啊，哎呀哎呀，那个还藏着，哎呀妈呀，这一点被他妈也不放过，你看。好孩子，完了踩碎了都。你自己都没吃完，你还问我抢？